我们国家的生日，那总统文告里面少了一项，我们的司法的公平正义性到底是在哪里？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的话，我真的要说，请把我的先生放出来，请还给我的老公，请还给台湾社会那个在医院里面救人无数的柯医师，也请还给我那个在台北市长8年之内帮台北市做了那么多招商的工作，做了那么多活络商圈的工作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做活动，我想他对一个西区门户计划他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，我想台北市的改变应该是有目共睹。主席最后一次跟我们大家讲的话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过每一天，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，那就是对他做最好的帮忙。谢谢你们一直站跟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们一起